今天终于和喜欢的女大学生表白了。渣男，这汇演都结束，你咋还坐在这儿啊？我在等人。啊，你在等谁啊？嗯，那个刚刚我表演的时候，你给我拍照了吗？拍了呀，我刚才跟朋友几个，我说还跟他们说，我说你看张元在台上多可爱，那么小一个。那你的朋友他们呢？哦，他们看完汇演他们就回去了。哦，那我们也走了。啊，你不是在等人吗？等的人不就在这儿吗？走不走？哦，走，给我拿衣服吧。哦，好。哎，又下雨了。来这里边先躲着。哎呦，完了，我今天没带伞啊。我也没带。哦，要不咱俩去那儿避会儿雨吧，一会儿等那个下小了我再送你回去。来，这样我给你披上。我数三二一，咱俩一块跑啊。好。三二一，跑。我会给那个我没事。那个姐姐挺好看的，是吧？看那个姐姐，后来还有个小灯，然后还有那个四个字，我看一下，多好，多美好的。哎呀，为什么下雨天都看不到星星了？我想看星星。你干嘛？我喜欢。那个。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最近还挺那个我其实知道你想说什么。那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觉得，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想好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快点回宿舍吧，不要说迟到了。衣服。我帮你拿。就到这儿吧，我走了。那我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张远。张远。哎，张远。那个我问过你在干什么啊？那个我在拍这个模特。让我看一下。啊，让我看一下。算了，这人有什么贵重。